你叫乜嘢名啊？啊，叫我攞嚟第日啲。系，你几多号号码啊？我个号码 HA213。系，麻烦你自我介绍啊，唔该。系，先生你好，姐姐你好。我叫我攞嚟第日啲，我个号码 HA213。我今年33岁，我结咗婚，但系未有细路仔。我有一个细路，我摆第一，我159公分，我50公斤，我3米9，我系印尼人，我以前喺中东做嘢，今年2013到2017，系我老板屋企有四个人。先生大仔两个细路仔，第一女14岁，第二女12岁，系我老板屋企，我照顾细路仔，衣裳买衫洗衫晾衫，蒸饭蒸屋企。依家喺中山，我学工工啊，蒸鸡洗衫晾衫洗车，衣裳换衫，照顾 baby 细路仔，分开养家。先生大仔，我为老实，我为内实，我为干力作业，我为小心的作业，我为听老板话，我为识别比赛落在中了人家。我希望先生大仔快啲认我，唔该先生，唔该大仔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结咗婚。有几多个小？但系未有细路仔。啊，未有细路仔，你结咗婚几耐啊？你结咗婚几耐啊？3个月。哦，3个月。哦，你以前喺中东做过几耐啊？我以前喺中东做嘢，2013到2017。系照顾乜嘢人啊？系我老板屋企，我系我老板屋企有四个人，先生大仔两个细路仔，几多岁啊？佢哋第一女10岁，第二女2岁。嗯 ，OK， 你食唔食猪肉噶？我啱可以食猪肉，但系可以。是好，咁你中唔中意凑老人家啊？中意，中意，好。咁你会点样照顾老人家啊？准备饭，备老人家食；准备药，备老人家食。啊，为老人家做运动，为老人家行街，为老人家睇电视，帮老人家。人计帮老人家按摩。O K， 你惊唔惊猫猫狗狗啊？唔惊。唔惊，好。你识唔识煮中国餸啊？识。识煮啲乜咧？啊，酱鱼、麻婆豆腐、啊，鲜啲鱼。熟米蛋冻、红萝卜、白萝卜鱼冻。OK， 好，唔该晒你。喺香港见，拜拜。拜拜。